大家好，我是阿萨，欢迎继续收看《超级马里奥创作家二》。太空猪的世界已经剩下两个世界了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后来的关卡都蛮难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最后。总之 ，Let's go。Tumbleweed Terror。哦哦哇！啊！要旋转跳。可恶！等一下，弹起来以后，再弹一次球。哦，可以 ，OK，OK， 哦，就这样，好，过了，赞。喂，为什么这个加命菇要摆这样啊？讨厌！上去。啊，剩下六命。又有一个那个 optional 的关卡，太可怕了吧！进去看看是什么好了。Great 六只 S。啊！还有练习门呐、啊，真糟糕哎、欸。这个这样跳不过来啊。不意外。只好继续往前走了。为什么这关过的人还比刚刚那关少？也太可怕了吧。Rampage。
要往右边弹。啊 ，no！ 这也真难控制哎，这个木桩。下再往前啊！哎呦，跳太高也不行啊！哦，跳太低也不行！哎呀，那你哦这样子啊？哦。要来要快一点！哇哦！啊！过了。可恶哎，这个弹簧真是害了我，耶、yeah ！打完了，嗯，啊啊啊啊啊！哇，这好像一定要大马力哦哎。魔王杖还蛮好玩的，这我跳就会掉下去了。哎，那我撞它也是会，它也是会破啊。算了，选的关卡应该是没有办法破了，太难了。普通的关卡还有一点机会。哇，剩下几关啊？剩下两关是不是啊？Bone Skipper， 还是还有一个世界？这才卧七而已。哎、欸，我竟然是自己撞到尖刺！喂，呜、嗯！
哦。哇，太晚了！哎，这要怎么弄比较快？好，哦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这关是还蛮酷的，但是也是出剑杀。哇！这又变得太快了。好，一直中那个最后的食人花，其实还蛮好笑的。耶、这关的那个机关真的很厉害。应该是说能够想出这种机关的。真的很厉害。出现了吗？最后一关，这是最后一关还是后面还有啊？感觉像最后一关啊。哦，对，最后一关啊，它只有七个 word， 好奇怪。我觉得我根本不需要这个蘑菇关，因为我一定会死光光的、啊。最后一关，来。Bad Kindergarten。坏坏的幼稚园。哦，小坏蛋的幼稚园。啊哇哦 ，OK。等一下，这样子之后要去哪里啊？哦哦哦哦哦！好。哇！等一下，他再过去了吧？哦哦，好酷哦！
呀，太低了。好可怕，好酷，但是好可怕。他为什么可以这么精准的计算奔奔会飞到哪？我刚刚没跳是有点错了。他怎么可以那么精准的计算奔奔会飞到哪呢？会啊！真是太酷啦！而且他也精准的计算库巴 Junior 会飞到哪。啊！哇，这个最难弄了。哦，所以三次啊，哦，对对对，三次。可是我没吃到红币。三，一二三 ，OK， 然后嘞，哦，这边要跟他对决，可是只有两次机会，啊，又是这。下来吧，不是现在，来 ，OK， 只有一次机会，不是两次，打完了，库巴，最后了吗？其实他也不错，他设计这种关，最后加命都加回来了，现在有53命了 ，Go， 为什么是这个音乐？哎呀！哦，好酷！然后嘞，我要干嘛？哦，原来如此！哎呀，可恶！来了！耶！要打败他吗？啊！大马里奥反而比较不好躲，来了，好耶，耶耶耶耶，好，最后竟然是一个力宝宝。过了吗？还有一个红币啊！
我没有大马力哦。要大马力哦才能进去看看是什么。挑战看看，反正有77命。Moments later。好，终于啊，这是干嘛？哦，这是给你看上面是发生什么事吗？太厉害了，不愧是太空猪 Space Pig， 能够做出这种关卡实在是太强了。哦，完全没想到要完全不受到任何伤害，然后用大马力欧过那三个王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。花了我21条命，不过这整关不会太难，又很有趣，比起前几关那个特别关，我过都过不了的关有趣多了，哈哈哈，过得了就说人家有趣。耶 ，Space Pig World Clear。耶、yeah ！以后如果有人说他马里奥很厉害，就叫他来玩玩太空猪这一个世界吧。能够过的话，应该就算是高手啦。乃是 clear 啦，有个小旗子，太棒了。好，那这一集的超级马里奥创作家二就先玩到这里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通过世界三次，获得了斗篷马里奥衬衫。斗篷马里奥。不会动。